are you? Not brand new, hit the boots right. I'm not brand new, cause I'm so cool these days. And my team is cool, making sure my vision's a dream come true. Just got another check, time to make a deposit. They bring something fresh out of my closet. A brand new fit, some brand new kicks. You got your kids.每一个人一生哦，高高低低，
会一样，不是每一个人一生都是平稳，有时候会高，有时候会低。但是像我们相信上帝的人，我们知道上帝会陪我们走过那阴暗的幽谷，所以我们的心很平稳。虽然会有暴风雨，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云的上面依然有太阳，当云散的时候一样会有希望。好，我们来唱快歌，我们打鼓的来了。好，今天在这个地方呢，要跟大家介绍，我们到这个地方来表演，我们后面的乐团除了我儿子之外都是五星级的乐团，他们有中式乐队的，有夜总会的，他们都在那边服务，五星级。另外一个方向呢，什么叫五星级？五星级啦，为什么？不是我儿子就是我女儿，他们都是一家人，他们阿美族都是一家人。我们要把这个舞台架起来，然后上来表演，等一下表演完的时候要把舞台收起来。他们从早上开始架，现在很辛苦，所以呢，我们在开始以前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掌声好吗？谢谢啊。第一首歌叫做超自然恩语，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大自然有一个力量，一个逻辑，有一个力量可以把我们的生命来扭转，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，可以改变我们现在的状况，可以将我们跳脱到现状，到另外一个环境里面去。第一首歌《超自然恩语》。It's right.
那个乐手哦，一边弹还要一边音控的。我们的音控就把它放在那个旁边，因为人手不够。我们给那个弹琴的那个，来个掌声好不好？哎，他要好几只手啊，他只有两只手，可是像八爪一样，一边要弹，一边要控制我们的声音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唱一首歌，这首歌非常的好听。这首歌叫简单的歌。这首歌呢，它非常的轻快，它可以把我们的生命，一个人如果可以得到自由的时候，就可以很轻快的唱歌。这个歌不是好听跟不好听，而是从心里面可以发出。今天有一个机会，像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我们知道真正的道理，我们心里面得自由，我们可以轻快的唱歌，我们可以很高兴跟人家讲我们得了自由。接下来一首歌，简单的歌。好，西门町的朋友大家好，这首歌叫简单歌，也是要跟你们说，
把我们牵起来。那其实上帝他其实都知道，然后他都可以了解你跟我。其实每一个人在台下的人，其实都有可能会面对到感情的问题，都有可能面对到其实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问题。就像我一样，其实有的时候我就会想说，哎，我的另外一半到底在哪里？我的那一位到底在哪里？那当我其实在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就当我很忧虑，其实我其实很烦躁的时候，上帝就有一句话在从圣经里面告诉我说，孩子啊，你的心啊为何要忧闷，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，应当仰望我们的神，因为他要用笑脸帮助我们。你知道吗？当我知道，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我非常非常的感动。我觉得上帝真的是触摸到我的心，上帝真的是了解我的感受，上帝他听到我。但是台下人知道吗？事情解决了吗？其实事情还没有解决，但是你知道，我还是一样相信他。你知道信心是什么？信心就是当你还没有看到，当你还没有发生的时候，已经相信上帝会成就了。那当然，我其实在这个时候，再过了几天，其实我还是为了这件事情祷告。那我就问神说：“上帝，你真的为我成就吗？”上帝在当天晚上，他一样告诉我，上帝会成就关乎我的事情。所以我相信，上帝也会成就关乎你的事情， yeah. 也会成就关乎我的事情。好，没关系，现在因为是下雨，那我们后面有一个解签摊，你只要凭着信心去抽签，抽那个圣经的卡片，上帝在这个时刻也一样会告诉你。现在要下雨，我们要改变一下次序。现在我请我的女儿，她今年只有16岁，要来为在屋檐下的朋友们来唱一首歌。我的女儿今年16岁，她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她凡事都要求完美，每一件事情非得做100分不行，所以她压力很大。我看哦，没有，她如果没有这个信仰，她早就已经忧郁症。他第一个忧郁症，我第二个要忧郁症，因为他会来闹我而已。所以呢，他每一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呢，他向耶稣来祷告，耶稣住在他的心里面，他可以得到平安。各位也可以跟我们来一样。接下来我要请我的女儿来为大家唱一首歌，这首歌叫《他知我们》，他就是上帝，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，只要我们把我们的手，我们跟他讲，他就会回答我。他知我，愿在你手心。
各位朋友，上帝来的时候，他并没有住在有钱人的家里面。上帝说他来是为了那个痛苦的人，还有在阴暗角落的人。所以耶稣来的时候，他是在马槽里面出生，他连个旅馆都没有，他住在一个很平民的家的里面。他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受，他愿意做你的朋友。如果你愿意，他要跟你做朋友，一起来上来。他是我的，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。他是我的爷爷，他看见我眼泪，他垂听我呼救，他垂听我呼救，他垂听我呼救。接下来，接下来首歌我们要唱一首张震岳的歌。张震岳的《自由》，他写人生要有勇气追求爱情，那个叫自由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在我们里面，人生最大的自由，不是我们现在要努力去得到的荣华富贵，也不是我们要去努力得到的金钱，或者得到我们想得的目的。人生最大的自由是心里面得到自由。一个人心里面如果得自由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赦免别人，我们就可以即使是吃亏，即使是给别人占便宜，即使是让别人欺负了，我们还得以自在。这个自由，人因为有肉体是做不到的。今天有个机会是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可以让人得着那自由。这个自由是免费的，如果我们愿意，这个自由就可以在我们的心里面。圣经里面有说一句话，上帝说他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接下来首歌我们要唱这首自由。你是我的主，带领我越过高山和那低谷。
小时又回来。什么组有没有人知道？阿美族。哪一组？阿美族。对，你们很棒，表示你们对原住民的文化很了解。对，我们是阿美族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用我们的母语跟大家一起来问候跟来祝福。乌拉诺达棒。Thank you.
的每一位男生，他要用我们阿美的鼓调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把音乐。再来这一首把音乐，把音乐的意思就是说，以前阿美族的男生为了要娶老婆，要到女方的家庭里面帮忙，种田、打猎、打扫，包括种菜之类的。那当你得到女方的首肯的时候，双方的家长就可以来签订这个婚姻。可是这个时候是男方要嫁给女方。是要入赘给女方，不是娶女方。所以这首歌就是，跟爸爸妈妈讲说，我已经长大了，帮我找一个媳妇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再来一首，布农族的布古拉夫，布古拉夫的意思就是猎人，
每一个布农族成年以后都要去狩猎啊，这一首歌是叫做《猎人》。这场雨，有时候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朋友，就好像这把伞，
就是你在下雨的时候，狂风暴雨的时候，你撑起这把伞，或许你就是可以躲过这场风雨，可是你还是会受到就是这样风雨的摧残，你还是会有一些地方会淋湿到。对，就好像我们其实我们的家人没有这样帮助我们，可是我们还是会受到伤害。可是如果今天你是遇到上帝，你将这样的暴风雨交给上帝，上帝就好像一个房子，你进去这个房子里面，不管外面的暴风雨再怎么大，你都不会受到任何一点的伤害。所以只要你就是今天，如果你有任何的困难，有任何的难过，你很多事情你不知道怎么解决，你可以走到我们后台，我们后台有一个姐姐处，那里面有一句话，所以希望先跟你们讲一下。那句话是讲到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， 有你的鼓励，我才能够横越这样的暴风雨。对，所以只要你愿意，你只要走到后台，后面的每一个解签的老师都可以帮助你解决这样的问题。
上帝就像爱一样，就像暴风雨过后雨过天晴，那就是上帝的爱。在座的每一个人，若是你的家人在你旁边，你给他一个微笑，给他一个拥抱，因为上帝爱我们，他也爱你。接下来这首诗歌是我们的 keyboard 他编曲的，那在下是我选的歌词。所以呢，上帝为什么爱我们？是因为我们有一颗愿意来顺服他，来爱他。所以上帝他等候你，等候我，让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对神说：主，你对我真好。Thank you.
声，我还有两首诗歌要来祝福你们。他是我。
看到我们休息半小时，等下还有一团压轴的一团，所以我们在半小时之后回来，半小时啊、哦。